请回到 Rabbit 的星级。现在是大概7:10，我们差不多要迟到了。啊，随便。想要迟到，好。我们今天要来玩两个新游戏，一个就是这个。瞄准一下。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这个游戏叫做 God of Light，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鬼游戏，听说是个益智游戏，先玩玩看吧。请对着好，画面机械。早知道带那个什么，带那个那一。自拍神器？那不是自拍神器，那是帮别人拍的龙头。我的 fucking night， 哇 ，God of light， 哇，你不会按吗？不太会，请瞄准好镜头，谢谢。我们要做的很秒，好不好？拜托。我怎么会一直晃动？它好像有故事性。Oh shit！ Explode！ 啊 ！What the hell？ 这是三小。这看起来不错，这应该是含羞花是不是？看起来不错，你这个游戏看起来蛮疯的。你看我下载对了吧？应该错了吧？顶一下，叮叮，哦，叮 ，Score of Life， 哎，什么东西 ？What the hell is that？ 哦，我要叫他起来，他一直叫他起来，真的起来。你要连着啊，然后连着那一颗，那一颗，这颗吗？对，连起来，没有错啦。这样就没了，不知道。哦，他刚刚说，按说点那一点那一颗，哎，是不是？好简单哦，很简单呐、啊，拜托一开始哎、欸。哦，叫他起床。哦什么？哦，花冠，那是花冠。那是会反射的花冠。我原来就是要照亮你星球，好像是一部连续剧，是不是？对，照亮你的星，照亮你的星球，照亮我的星球。这游戏真的是非常诡异哦，一直叫别人起床，他们不会觉得累吗？哦，这是什么？哇哦！哇哦，是土豆。那不是土豆他妈的！我来这边真的一想一次。哦、oh, ，土豆。你有病哦！啊，第四关，看到什么鬼东西？所以这个游戏就是让你，就是先让你会知道如何扑黑。Like、postman， 那个 postman。postman 超屌的。Let the postman。这游戏简单说就是来帮助你如何让你在黑暗中看到一些光，就像这一个。哇，它变得好亮。这个要反射啊。Oh, I found something strange. Motherfucker. 你把它移过来，对，然后按那个，对，让它反射。没有错啦。哦，叫他起床，叫他起床。Wake up， 起来！现在夜才，不要乱唱了，妈的！ Please wake up soon, evening。哦，反射。It costs me so many money, man。没有，往那边转。Oh no, you bitch! 零。对，往这边转。哎，对，这边可以。I love the movie. You got the movie. You want to look the movie? 只有两颗啊，大大。I'm not care. 只有两颗啊。好，也可以过了，妈的。This way, got you, bitch. Oh, I found the flower.She told me to shuffle. 这朵花的功用应该就是你让它照在光身上，它就会让你发光变青眼啊。这边应该会有那个镜子，这边应该会有镜子。是不是 ？Motherfucker, quickly, you bitch. Motherfucker.
你只要看到星星，就知道这边一定有镜子。我的 fuck，quick 耶！耶，刚刚好，刚刚好，三颗。I get three points。哈哈哈！换你玩吧。那么厉害。你什么来说啊？真是说话累哦。不会了。他要不他要他要睡觉，叫他起床啊！他说起床。活下来，活下来。哦，好聪明。When does the fucking 这是什么 ？King, I don't know what's the shit. I don't know what's the shit. I don't know what's the shit. 哦，所以这个是提示是不是？这是提示。你这样难，这样难滑，你知道吗 ？I really wanna like somebody. 这边过去有帮我觉得这边由你来玩好了。我不能一边拿着手机一边玩游戏啊！你搞屁事！靠腰，你写在靠腰吗？移过去呢？对对对，没有错。照亮他，你照亮我星球。那我把它转过来。You motherfucker, she took me shower.欸、这个要这个要移过来，对，把它移中间一点。对对对，这边这边，对对对，耶、yeah, ，你要赢了，耶耶耶，我们破到第十关就不玩了。Fucking winner, yeah yeah yeah, I'm the fucking winner, OK。对对对对对。好，今天第一个游戏就到这里了，然后我们开始继续介绍第二个。接下来我们玩第二个游戏是这个叫做全民运动会。What the hell？ 好像之前很有名，对不对 ？I What the fucking the blue green shit and the motherfucker？ 红心辣椒看起来就是很烂的游戏，又是红心辣椒。来关掉。够牛逼啊！哎，你昨天在时空中挖沟？啊，炉石战机有多少炉石啊？你可以每天都，你真的每天都失控炉石，你真烦。你不觉得这个很黑吗？哦，妈妈，今天是哦，妈妈，跟我们同学一样。哦，妈妈，就想不可以这样，靠腰不要叫名字，他妈的。没关系，没关系，排队坐下，我们现在坐这。他叫我们转圈圈，长得丑，没有关系的。好。直接按游戏，直接按游戏。然后这是什么？然后跳台滑雪。这个啦，笨蛋。那个是什么？拳击哦。装备啦。靠！游戏了，游戏。连这个也要装备？啊，你有脸呢、欸？很臭哎、欸，很臭哦。好了，开始了。好，开始游戏，开始游戏。开始。不要管他强化。We don't care that shit. We don't care that shit. 哇！来来来来来。我换我。好简单哦。换我，然后我，我控制左手，你控制右手。无影拳，无影神高拳。啊，有冒，有燃烧，燃烧，爱死了，爱死了。凶啊！禁止攻击女性，真的假的？来来来，换我。哎，禁止攻击女性。谁知道啊？你打这里，打。哇，笑男，哎。打下面。哦。你为什么每次都要那么刻意的跑出来？少年，艾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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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艾斯啊？禁止攻击女性！这是女的，是女的，这是女的，长得好漂亮。这看起来漂亮，哎、欸，她是女的，她是女的，原来她是女的。哦哦。要打就打好一点、哦、他要剩三秒了，打屁打，不要理他，不要理他，管他是不是女的、yeah. 最后是胜负 I don't care， 就这样够了，是啊，够了够了，哎、啊啊欸、没了，65237什么鬼分数，这什么鬼游戏啊、有点颇奇怪的，这本来就很奇怪，不然你以为来看我看别的，接下来来玩滑雪有冰跳滑雪，滑雪这一定是一个很诡异的游戏，然后就要把它拿起来，然后滑来滑去。相信我，我就说吧。
算了啦，这样不能玩吧？你拿起来，那我不要动啦，一路赚钱好不好？你怎么会这样？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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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你可以拿起来，没有关系。好多星星哦。按这里。耶、yeah。你要按哪里呀、啊？你按，我不知道。就按那里靠腰。我怎么知道？我要撞树，我要撞树。你不给我撞树，你为什么不给我撞树？我想撞树，你不给我撞树。这是什么烂游戏？不可以去撞树。我就痛得到，看他安稳就好了。有你他，我们放着放着让他玩就好。耶耶，不要按不要按，让我喜欢啊，耍特技你有意见吗？我说撞树撞树耶，太爽了、啊！撞树，我觉得撞树好好玩，因为撞树真的开心。咻咻，哎无敌风火轮，我的名字叫做喵喵，旁边那个叫做红萝卜，他的名字叫红萝卜。靠，我是空了妈的。连续撞树 ing， 无敌龙卷风，撞树 ing， happy， 靠，这什么鬼游戏？有苍蝇，靠！好了，先不要拍这个人。好，接下来我们玩最后一个，就玩最后一个。我们来找一下有什么升级啦。花式溜冰，花式溜冰，我喜欢花式溜冰。好，我们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别的游戏，先不要花式溜冰，妈的，花式溜冰、啊。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有没有别的。花式溜冰很好笑，因为我们现在看一下，他是男生，你看刚刚那是谁？那是男生。然后他如果玩花式溜冰会怎样？会变女生。啊，他变女生。哎，真的是女的。安。哦，你的，我来了。他好像是就是跟欧叔一样啊，冰。好脑残。是不是就跟赛德斯一样？不要理他，不要理他，不要理他，看看哦。我想要按下去不行吗？减分因素，不要动，让他自己不要动。叮叮，靠气球，不要按呐、啊！克制住，我好想按下去啊！看他超屌的，他我们什么事情都没做，他自己也可以留，他自嗨型。重点是他可以用他的屁股滑哎、欸。我想按下去。自嗨型。好啦，那我今天的 Rappy 就拍到这里为止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